本期视频由范道原创制作。兰州牛肉拉面、沙县小吃、黄焖鸡米饭，这三个响当当的小吃名头可谓是包揽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好多顿早中晚饭，其简单素食和美味的特点也收获了一部分好的口碑。但是在一些问题上，这三大小吃品牌都有一个共性，红底儿黄字，如番茄炒蛋的门头配色，油腻腻的桌子，布满油渍的厨房，虽然做出来的是美味，但是大多数人看到这样的环境都不会很舒服吧。似乎油腻脏乱差的环境已经成为这三大品牌的共同词，但是根据网上的一些言论来看，似乎兰州牛肉拉面已经开始悄悄逆袭了。从北京到二线城市，这种变化都能被细心的网友捕捉到，兰州牛肉面在北方城市的群众基础更为深厚，而一些网红牛肉拉面的餐馆悄然出现，似乎在向人揭示自己的不同。在北京的三里屯可谓是网红餐厅聚集的地方，兰州牛肉面也不甘落后，很少见的以清新简单的北欧风格出现在顾客眼中。清新的北欧装饰风格，以往油腻腻的门头和餐桌被原木色的木桌代替，冷色调的灯光让走进去的人都不会想到这竟然会是一家牛肉面馆。据说老板曾是一名服装设计师，是兰州西固人，他的牛肉面店更是发挥了他的设计特长，装修风格赢得了许多年轻顾客的好感，每天客流量络绎不绝。老板说他们的服务理念只有一句话，那就是旨在让全天下的老百姓在咖啡厅的休闲环境中吃上一碗放心的四爷牛肉面。可见环境的要求和食品卫生安全是他们追求的重中之重。不仅是繁华的北京餐饮人看到了品牌升级的重要性，即使是二线的郑州，也有跨界做餐饮的老板遇见了品牌升级的重要。小而牛大是这家牛肉面餐馆的名字，乍一听可能大多数人都会不明所以，但是身在其中的西北人却深谙其意，因为在当地牛肉面就被称为牛大或牛大碗。这间店的老板是河南人，走南闯北这么多年的他一直对牛肉面有着一种特殊的情结，所以创业之初便把目光放在了兰州牛肉面上。为了寻找手法最娴熟正宗的拉面师傅，他跑了好多地方，店里面的空间布局、餐桌椅、餐具碗筷，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盆栽装饰，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打磨，可见其用心。有趣的是，每一碗的碗底都有这么一句话，吃货的世界没有尽头，一碗拉面见底，看到这句话都会会心一笑。吃不仅仅是为了果腹，更重要的是享受其过程。可以说国内一小部分兰州牛肉拉面的转型是比较成功的，面向消费群体也愈发年轻化。随着这波转型热潮的不断推动，想必大多数餐饮人都会看到这一片红海市场的前景。在这个大环境下，如果另外两家和兰州拉面并列的龙头餐饮还是保持那般传统油腻风格的话，过不了多久市场想必是容不下他们了。